是你。没想到吧？不，其实我算准你会来。哦，为什么？因为你说过我长得肩宽体壮，是个精明的男人。你不找我会找上谁呢？其实你会错意了，我来的目的并不是要陪你睡觉的，而是来跟你谈桩买卖。什么买卖？看你是狗改不了吃屎，贼改不了本行，这江南第一府里值得偷的东西是不少。我想知道你要偷的是什么。哼，若说我是贼，那二位一定是同道的，否则干嘛熄了灯躲在别人的书房里鬼鬼祟祟的。可惜的是，我却交了你们这三位贼朋友。